据台湾媒体报道，29岁奥斯卡影后布莉拉尔森因漫威电影《惊奇队长》知名度飙升，但感情生活就不如事业一帆风顺。2016年5月与前男友在东京订婚，却在2019年1月宣布取消婚约。但她似乎不被过去绑住，30日被拍到与神秘男子当街甜蜜拥吻。布莉拉尔森与一男士被拍到在洛杉矶卡拉巴萨斯一间大卖场内相互紧抱，深情拥吻。两人走出大卖场后，该男子很绅士地帮忙提两个大袋子，布莉拉尔森则是手拿一小束鲜花。非凡娱乐实时报道。